御灵师以驯育灵兽保仙界太平为职责，小仙刃第二。哦，不怕不怕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。三天我定会让他乖乖听话。鱼呢？我就不信我们俩加起来还攻不下他一条鱼。买买，这些我也买了，这些总该是你爱吃的了吧。在你还完这些之前，你可不准偷偷逃跑。海味海里有的是，钱我也有的是。我该不会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吧？书上说要想收服他得咬他嘴巴，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好了。狗？你要向我学习，把那些御灵师当仆人一样对待。三爷主子，只要你收了我，我照顾你啊。还得使唤他给你暖床。三爷主子，床已经给你暖好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和七云和一起睡啊？我们站上的规矩就是鱼睡鱼缸。你这丫头不准欺负我的乖乖鱼。长夜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在这待着。